哇，我好生气！皮卡赛马上又要开始了，这波我又来花园了吗？让这大鱼提前熟悉熟悉我们的味型啊！走了，去买票了。买票，今天收费。今天换人了啊！多少钱？怎么收费？今天120块钱。钱多少钱？200多少钱？200块钱。我今天我要用最少的钱来钓你最多的鱼。200块钱。转过去了，就100。再顺道是颗粒，走了。这好长时间没来花园了，坐哪好呀？ 有没有高人给我指点一下？就坐这儿，这我跟你说，夏天这个非常抢手的钓位啊，我不知道现在为啥没人钓了，是不是因为这儿有一个电线杆？这个线总往上面跑呢。今天我就坐这儿了，以我的钓技，不可能上这根电线杆的。3米6，2.5，飞它！今天鲫鱼鲤鱼啊，我们一起钓，走，挑起。开杆了，开杆了，看看我们开杆第一尾是中一个鲫鱼呢，还是中一个大鲤鱼呢？ 鲤鱼和鱼是4块钱一斤，鲫鱼是5块钱一斤。看看我们第一条中什么鱼啊？漂亮，中鱼！哇，上来这什么玩意儿这么沉？啊！第一个上个拉饵盘，我的天哪！什么鬼？还没上鱼呢，先做个拉饵盘。继续啊！漂亮，中鱼！哇，大鲤鱼！哇塞，还是这么的有劲儿啊！天哪，第一尾大鲤鱼，漂亮！ 继续下杆，漂亮，又一尾来了，老弟，飞呀飞呀飞不动啊！我这线组有点细呀，漂亮，这老马放的鱼怎么都这么大呀？太过瘾了，一条10块钱呢，搂它，走你，抛竿入水，打把窝子，再撒把颗粒。 给你们看看我的大鲤鱼，看，大不大？一个有力的钓口，漂亮！中鱼，哇，它这鱼咋都这么大呀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预感，为我们的皮卡赛做准备啊！这条鱼够5斤吗？我不想钓那的。大鲤鱼皮卡鱼提前来了，放了，接口，哎呀，啥情况？钓着钓着咋来了个这个？ 你们说我钓鲫鱼合适还是钓鲤鱼合适？鲫鱼5块，鲤鱼4块。漂亮，中鱼！哎，大鲤鱼，漂亮，接口，起飞！大鲤鱼，哇，好重啊！哎，漂亮，接口，飞呀、啊，飞不动。又一尾，漂亮，又一尾，捞它。 直接入超啊！漂亮，终于等到你，走你，大鲤鱼，漂亮，666，yes， 又一尾，来来来，要吃了吃了，漂亮，又一尾，飞呀、啊，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走你，我要暴富喽，做好准备了吗？漂亮，这口真的是没毛病，大鲤鱼，快到碗里来。 太好玩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皮卡走来了，漂亮，中鱼，大鲤鱼，走你，哇，咋一个比一个大呀？他这用力的顿口，漂亮，又一尾，飞呀，啊，我差点出了进去。今天咱们不钓鲫鱼了，鲫鱼太小了，鲤鱼4块钱一斤，钓鲤鱼能上岸，钓鲫鱼不行。开始，抛竿入水，喂你一下。 哎，漂亮，毛的，哇，这大鳞片，这大鳞片，这鱼绝对小不了呀，这条鱼，太无情了，就这样跑了，漂亮，中鱼，飞呀飞呀飞不动呀，哎呀，啊，完蛋，完蛋，太难了，幸好没有被用竿，漂亮，又一尾，来来来来来，稳住别晃，走你，666。 上两个可爱的软粘，走你，接口，走你，终于不能跑，不能跑，一条都不许跑的，给我回来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大呀，那超网都快成不了你了，给你点，漂亮，终于，哎呀，飞不动啊，太大了，哇，哇塞！
路过流浪街口，漂亮街口，飞呀！又一尾，来了，老弟，漂亮，终于，走你，漂亮，飞，紧凑型的大鲤鱼，哇，又一尾，如果，来，继续，漂亮，终于，飞呀！哇，啊，太重了，这条鱼，又一尾，六六，两条鱼叫连杆，三条鱼叫抱连了，飞呀！哈哈，啊，自动脱钩，来了，老弟。大鱼，大鱼，大鱼，大鱼！回来！哇，哦，这么不听话！来了，老弟！完了，遇到大货了！哇，怎么办？妈呀！天哪！我靠！这到五斤吗？四斤九两！怎么办？我今天这是钓第二条，刚才已经放了一条了。放生敬老马吧！这条鱼皮卡赛的时候来啊，认准我的。饵料未行啊，大哥，找我来啊，我还喂你。走了。这么好的鱼群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上岸了？上鱼了，看看我今天钓多少条。